我去骂人家了，他都还是无动于衷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词我也说不了，我也不太会说。欢迎广东哥，我只想看你跳舞，咱们先点点赞好不好？年底几曲儿都没了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真的，昨天晚上也是我一开播，对吧？有人谁骂你？有人刚才那个人在骂你。对，昨天晚上也是感谢五哥送来的棒棒糖，一开播就有人就已经搞我的心态了，但是我们家还是没人看，没人看，真的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家人们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好吧，点点关注。今天那个。今天我跟罗三科的作品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苏拉多乖的，你们看了没有？你们看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我不是心态好，我心态不好，所以我心态不好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说做一个不好的人，就是希望能够有直播间的管理员能够帮帮忙，但是。每次都在很多人面前，就是感觉就是，就感觉就是很坏的那个样子。像永贞他们根本就不用自己再说。家人们点点赞好吧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四十一个人，每天被本来没条件吧，被小黑给搞得没心态了。每天都是一样的，每天都是一样的，没事。你很优秀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家人们节日快乐！单身的赶快回家来苏拉直播间。所有人好吧，所有人，咱们那个清风哥是吧？给广东哥弄给他截个图，就是怎样就是。把小黑拉进别墅的，你截个图跟关东哥也说一说，好吧？跟他也分享一下。家人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欢迎欢迎海洋哥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家人们，家人们欢迎你们呀，欢迎你们。欢迎大家，我的眼睛是不是肿的？欢迎大家啊，欢迎二大爷进入直播间，人气可以往上走一走，家人们，人气可以往上走一下啊，往上走一下，苏拉可以给你们跳舞，真的，主播可以给你们跳舞，跳跳舞。谢谢用户八八，感谢你的小心心。谢谢二爷，感谢二哥。大哥点亮灯牌，哎，大哥你，怎么已经是我们家四级灯牌了呢？以前来过吗？跳一个呗，可以跳啊，大家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大家一起点点赞。点点赞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谢谢大哥的亲吻，感谢感谢，大家点赞20000，主播就来一段舞蹈好吗？来一段舞蹈好不好？人气咱们不要掉，咱们人气不要掉好吧？粉丝灯牌亮一亮，家人们，粉丝灯牌亮一亮，粉丝灯牌亮一亮好吧？大家节日快乐！家人们，欢迎你们呀！欢迎你们呀！欢迎你们！欢迎你们！欢迎你们！大家欢迎啊！38个人，所有人一起动动发财的手，顺便我也一起点赞，我也一起点赞，一起过七夕。好，真的只能你们陪我了。但凡我有一个男朋友，对吧？我也不至于一个人，对吧？这么可怜的在这里，太可怜了。你们只能陪我了啊！你们只能陪我了啊！今天你们走了的话，说明你们都去过情人节了啊！来吧，真的，所有人点赞啊！所有人点赞，
所有人点赞，家人们，谢谢我海洋哥送出的亲吻，乖真切。苏拉老家是阿坝州的，阿坝州的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你们的关注，咱们赞赞往上走一走，点赞20000，苏拉跟你们跳舞好吧。感谢独行哥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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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感谢啊，感谢大家一起点赞，感谢感谢感谢虎哥，感谢亮的灯牌，阿坝州哪里的？阿坝州黑水的，阿坝州黑水的，如果不把关注给我点回来，我就绝不来支持你了啊！没有关系啊，可以不来，对吧？我不想关注，嗯，来我直播间从来不点赞，说实话，嗯，我不想关注啊，我关注的话就是我们家的铁粉，对吧？一直支持着我点赞的家人们，你到别的直播间，每天都要我说张哥，说实话。你在别的直播间每天上那么多人气票，我想问一下，他们关注了你吗？真的，可能人家都不认识你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到我这么一个小小的直播间就这样，那就应该退钱吧。家人们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又来一个怎么办？真的，每天我服了，真的。我服了，我不跟你吵啊，我也不想跟你说，随便你在直播间说什么，对吧？懂的人都懂。感谢感谢感谢江哥的关注，感谢海洋哥，感谢刀哥，感谢点亮灯牌，谢谢谢谢家人们，来一起点点赞啊，一起点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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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关注有啥用？又没钱。关注，对吧？关注的话，虽然我的关注不重要，但是我的关注我也想给我，就是一直帮助着我，也是一直看着我的去关注我啊，我怎样怎样，你必须这样做这样做，那我该怎么弄呢？说实话，越是支持我的人，他们就越没有，越不会跟我说话，他们就是在直播间安安静静的，真的。我们家苏拉不但跳得好，长得还非常漂亮，谢谢谢谢首哥的夸奖。嗯，西藏小姐姐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反正你不关注我，我还认错人了。真的，对的，这话没毛病，对是吧虎哥？我关注的话一定是，并不是非要说你给我上很大的票，话也不是这样说，最起码你在我直播间是真心的，那我真的会关注你，因为每个人的实力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人实力好就会支持我多一点，有些人实力不太好但是也会陪伴我，那我可以关注，并不是说非要那个。不错，有原则，对不对家人们？我以前有一个等级很高的一个哥哥叫粉哥，说实话他来我直播间就是喜欢我的这个舞蹈，每次一来上个礼物就走了，我下播了我给他说一声感谢，人家理都不理我，我好希望我这个大哥能够又回到我的直播间，但是他现在都不来了，我很难过，真的，我很难过，真的，就是就像这种这样的大哥，他们就是来了一次就走了，来一次就走了，来，比如来一下就走，哎，很难过啊，家人们，好的人都会离我们离我而去，我就不走，好的。温柔善良，虽然温柔是不温柔啊。来吧，点赞点赞，真的，我希望我的大哥们都能够回到我的直播间，真的。我想你们了，但是没有了。真的，
欢迎天下哥，真的好多好多人都不来我，好，他喜欢你，不喜欢我，喜欢我的话，人家肯定会来我直播间，而且也会跟我说说话。他基本他从来都不会跟我说话的，就是纯粹就是喜欢我这个舞蹈，锅庄舞。所以说这样的大哥很难遇见，家人吗？我们也喜欢你，对，喜欢是喜欢啊，喜欢我的舞蹈，对吧？就像你们好多人天天来看我。真的，想到以前我想哭啊，家人们，但是今天马上要七夕节了，我不哭，对吧？人家都过节了，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陪我过节，对吧？虽然没有男的陪我过节，但是你们陪我的话更有意义，对吗？我想找你这样的女朋友找不到，在喜欢的舞蹈提醒下，我更喜欢人。谢谢红剑哥，谢谢我海洋哥的真的爱你。海洋哥，今天马上就七夕节了，有没有七夕节的礼物呀？真的好，我喜欢你的好身材，谢谢啊，喜欢身材就好，对吧？默默的表现自己，又悄悄地走了。对呀，对，而且还有我，明天他会来吗？他已经消失了快几个月了，就是很少来的啊，这种大哥很少来，真的。谢谢海洋哥，谢谢，有你们真的特别幸福，谢谢家人们。谢谢你们呀。欢迎清风哥。爱看你生气的样子，真的。哎呀，真的生气的样子就不看了啊，好不好？红剑哥，剑哥，我现场见过你，个子很高很漂亮，谢谢春天哥，感谢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我这个今天我发出来的那个，对吧？我跟灼热茶姆团队的团长罗三哥一起拍了个那个作品，那作品好看吗？家人们，好不好看？什么样我都喜欢。咱们剑哥可不可以加个苏拉的粉丝团呢？加个粉丝团吧，好不好看？苏拉个子高不高？苏拉个子高不高？跟罗三哥一起拍了，你看我俩身材，我俩身高差不多吧？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加了吧。一样高，对，苏拉美女好，江哥好，剑哥你没有加啊，剑哥，感谢剑哥加入苏拉粉丝团，乖真气，大美女主播，谢谢你，怎么讲你，就是谢谢你的话就是乖真气，卡卓就是乖真气，卡卓就是谢谢的意思，大家点赞两万，给你们跳舞两万。走路带着风真漂亮，真的，谢谢执着哥，谢谢，我的大长腿想看，咱们就那个，对吧？好吧，大长腿一下看出来了，对，感谢关注，感谢大侠哥，感谢执着哥，给你作品点赞了，我们俩那个作品已经上热门了，真的。感谢执着哥送来的灯牌，谢谢大哥，感谢。瓜真起就是谢谢的意思。瓜真起，天生的一对，哎，不能这么说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说，
不能这样说，对吧？他是虽然罗三哥很少发自己的作品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在这个团队贡献也是很大的一个，而且我们在那里跳舞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哥哥，所以呢，对吧？我就很喜欢他们，所以那天刚好在拍作品，他在那儿过去，我说罗三哥，我俩拍个作品，他就过来，我俩就拍了个作品，知道吗？美漂亮美女有气质，谢谢谢谢，美丽动人心什么什么，你看海洋哥夸奖了啊，太漂亮了，迷死我了。般配但只是哥哥，对哥哥啊，你不理我，没有不理啊，每个人都理的，每个人都理的，一个好哥哥，真的我很喜欢。还有那个我弟弟也很帅呀，对不对？弟弟也评论了，弟弟也很帅的，真的，弟弟也很帅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弟弟说真美真帅，我说弟弟你也帅。弟弟和我俩的这个就是看不出来我的大长腿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两个穿的是藏装啊，罗三哥我俩那个才看得到，你们看一下。你们看一下啊，弟弟和我俩的作品。没你好看，因为你们都喜欢我呀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们的眼里就只有我，真的只有我。这个也是正常的，正常正常，这个也挺正常的。谢谢我海洋哥再次送来的亲吻，你跳舞太漂亮了，其实我走路也是很美的呀。小扎西是你弟弟吗？登真弟弟啊，登真是弟弟啊。苏拉你好漂亮，谢谢谢谢，你们看一下啊。你们看。转头回去看看，是一种种数年。苍茫茫的天涯，请要。你们看，小鹿他是雍正的，我也没说小鹿是我的呀，真的，太可爱了吧。笑死人了，对对对，弟弟姐姐两人都是一个帅一个漂亮，对对对，不是亲姐弟啊，不是亲姐弟，但是弟弟我比他大好像七八岁嘞，五六岁吧应该是，五六岁。下次来我也跟你合拍一个，好，只要我们家的粉丝，对吧？我们家的粉丝大哥都行，只要来成都都跟苏拉拍作品，好不好？他是境外最帅的，对，小鹿很帅，很帅的啊。谢谢大海哥，感谢你的关注，大家一起点赞啊，点赞20000，苏拉跟你们跳舞，好不好？我们家纯天哥太可爱了，真的，大家一起点赞点赞点到20000，给你们跳舞。是你表弟吗？对对对对，你有多高？我有170，170高，170体重是110斤。王青帅，王青也帅啊，王青也帅啊，王青也帅的。大家一起点点赞啊！你们会汉族结婚吗？
会呀，对吧？要看缘分。我知道了。你家在哪个锦里呢？跳锅庄舞，对对，不跳舞唱歌。欢迎追生活哥哥，要跳啊，要跳，要跳要唱，大家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一起点点赞，点点赞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哎，咱们家还有一个帅哥也想跟苏拉牌走路的，但是我怕跟他牌了会不会有那种。会不会人家说哎呀什么男朋友的，你们看罗三哥跟罗三哥发一个作品都人家都不知道的，那些人都这样乱说，我怕跟不认识的人拍的话更有节奏，所以我想还是不拍了，还是不拍了啊，还是不拍好吧，也不让你们不高兴好吧。好不好，跟罗三哥呢是因为他是团队的，有节奏才高兴，哎，有节奏我不高兴啊，这个不好，这个对我也不好，对罗三哥也不好，这个不好。感谢永恒哥，感谢送来的灯牌，这个不好，对吧？罗三哥是团队的，没有问题，但是别的。他们爱怎么说让他们怎么，反正女人要嫁人的，嫁人。但是我跟罗三哥也不是那种关系啊，对不对？这样乱说的话不好嘛。你的腿比别人长吗？好像有一点点长，真的没有关系，评论的越多越好。亲爱的，好，晚上好，漂亮的苏拉，那个大连高高大叔你认识吗？我跟他们不认识啊，我跟他们不认识，我认识的是昨日茶木团队的罗三哥、王青同志、扎西同志、小鹿同志，对吧？灯子同志、灯子宝贝，我习惯他们叫他们宝贝了，对吧？你和卓玛粗最高的，卓玛粗比我高哦，卓玛粗比我高一点。苏拉，你嫁在成都可以吗？啊，问题是成都的人没人喜欢我，我怎么嫁，对吧？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呀，对不对？太古里出人才，我们没有在太古里啊，我们在成都武侯区高升桥景外中心广场。大家可以到现实来看看苏拉，好不好？成都武侯区高升桥景外中心，好吗，家人们？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没有？但是呢，说实话，跟别人不拍照，但是跟我们家的家人们一定要拍照。哎，说实话，海洋哥，你很高哦，真的。我穿上高跟鞋你都比我高个十多公分，你比如对吧，你再穿个那个高一点的鞋你就比我高个15公分了，这么高。醒啊，欢迎我大哥，记住一半，大家可以来成都武侯区高升桥景外中心广场来看看苏拉好不好？哈哈哈，真的，海洋哥你好高啊，真的。我本来是很高，对吧？你比我还高这么多，我的妈呀。你家有牦牛吗？没有牦牛。你真有耐心。我明天就来，好的。明天还是不来吧，明天是七夕的话，人家以为你要跟我过节呢。后天来好吧，真的。后天啊。后天所有人后天来，咱们所有人后天一起拍照好不好？好的。好不好，苏拉有多高？苏拉是1米7高，穿上高跟鞋就是175。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摄影师好像拉长了一点，就1米8的感觉了，是吧？过节就过节，
过节就过节，但是我家的粉丝们会生气的呀，对不对？明天地点在直播间，对。大家一起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加个粉丝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爱心，咱们所有人一起加个团，好吗？带苏拉一起过节。对啊，只能你们陪我过节了啊，真的。好多人都会去过节的。我，对吧？我爸爸也不在这边，妈妈也回去了。我一个人挺可怜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陪我呀，好吧？你现在当老师没有？感谢感谢。苏拉，明晚什么时候开播？明晚看情况吧，早一点开播啊。你单身狗过啥节？真的，跟我一起过呀，对不对？在直播间一起过呀，我陪你们嘛，我陪你们。我陪你们真的，我陪你们过。欢迎唱歌，大家一起点赞啊，一起点赞。咱们那个海洋哥、柳哥、剑哥，你们大家一起说说话好不好？执着哥，所有家人们一起说说话吧，点点赞，对吧？不要不说话，大家一起说话好不好？我不点为什么呢？笑哥，不要这样说，对吧？多少彩礼可以娶到你？两万了，好好想看。我不爱说话，多多说话好吗？多多说话好不好？要看苏拉跳舞吗，家人们？想看苏拉跳舞，咱们扣个二，好吧？扣二，好是不好呢？好好好，嘿嘿，主播美女，你是哪里呢？扣二，二二，家人们扣二，二代表着爱。咱们把大长腿展示一下好吧，对不对？光是作品上人家以为是假的，520，对吧？光是作品上人家还以为咱们苏拉在骗人，真的，在直播间展示一下，真的展示一下好吧。谢谢海洋哥送出的亲吻，谢谢我海洋哥，谢谢谢谢。音乐响起 ，OK OK， 家人们能不能冲到100个人？冲到100个人好不好？冲到100个人 OK 吧？感谢感谢感谢执着哥，感谢大哥，谢谢送来的亲吻。家人们一起点点赞啊，咱们有实力的。感谢启哥送出的亲吻，谢谢谢谢。咱们就是说有条件的家人们可以帮苏拉亮一亮掌管好吧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快呀，不要着急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后就是早一点下播啊，每天苏拉就是12点至12点半就下播，尽量的把状态弄好，因为我以前天天熬夜，然后就是皮肤比较差一点，以后我尽量的，就是让你们看到更好，好不好？不着急不行，手机马上没电了，哎呀，真的，我还指望你多看我一下呢，大哥。我的指甲去哪？这个头发有点乱啊，
大家理解一下。没电了多遗憾，点个关注，点个关注，不然下次找不到了。笑哥，你是真的假的？离近一点我看看你。太好看了，主播。好，跳舞了啊，跳舞了，跳舞了，家人们。